这次我想跟诚品讲堂的学员分享我多年来有关于人物人像的创作。人像其系列是非常丰富也非常繁复的一个主题，那我想从表演艺术中的戏曲、音乐、舞蹈来跟大家做一个细细的分享。这个系列是一般人在拍摄中，在摄影的整个系列上比较少有机会去接触，那我想从我自己常创作的这些人物来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解密，如何在舞台上跟舞台后看到这些演员的辛苦，还有他们精彩的一面。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把我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拍的人文、建筑、自然的作品也跟大家解析分享，如何站在一个创作者跟一个欣赏者来看这个世界。